看由勾炫出品大马最青春洋溢撒糖满满的恋爱真人秀节目对你有感觉，我是朱大哲。你好，我是 Catherine 凯欣。六位男女嘉宾88个小时同住屋檐下，就是凭感觉去认识朋友，到底会擦出什么爱火花嘞？而对你有感觉呢，将会在每个星期四晚上的8点钟呢，在勾炫的 YouTube channel 播出哦。所以呢，记得要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还有打开小铃铛，那第一时间就可以收到我们手机播出的这个通知啦。没错啦，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观察员，有的就是秋文。Hello， 大家好，我是秋文。还有。自己来了，自己来。Hello， 大家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君。李伟君就是我们的第一集的猜王啦，猜得很准呢。对，秋文的话暂时还没有识别到有这个渣男的特质，因为没有渣男。会说话。对，因为第一集我们还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加送的那个迷人的眼睛，还有 Jolin 很会玩Victoria 很凶，还有 Kristen 的大哥哥的风范，还有装蒜的那个风范，有吗？你会觉得这样吗？还是我没有偏见？其实我觉得没有哎，我觉得还蛮正式的。我也不觉得有。喂，真的假的？是吗？我觉得 Kristen 不是那种人，怎么你这样子讲人家的不太好哎。OK， 那这一集我们要看的就是 After 有了初感觉之后呢，终于要下厨这个环节。我还记得第一集，Jolene 对会下厨的男生特别感兴趣，他讲说他的择偶条件之一就是要会下厨。还有 Kristen 讲他自己是很会做饭的，所以这集就要看下来是不是真的这样会做饭。你觉得加分吗？会下厨的男生？我觉得会洗碗的男生比较加分。因为如果你下厨了一大堆那些锅啊，要我去洗不是很累？如果你又会下厨又会洗碗，这样就满分。我也认同，觉得会下厨跟会洗碗的很有魅力。可是我跟阿俊的做法就是他下厨我洗，因为我不会煮嘛。哎，分工合作。对，我们分工合作。虽然我们没有仔细的讲，但就看我们的男生跟女生有没有这样的去分工这样子。OK，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So， 来 ，Kristen Chef， 大 Chef。大厨来了，你看这有什么钱啊？你要拿出来先吗？鸡排、主食，我搞点面咯。可以啊，我搞点面咯。阿六阿六啊，他自己讲啊。呀，阿六阿六 ，Kristen 还在装着帅耶。加送是帅 ，Kristen 是装着帅。他们已经安排好菜单了。专业。中西合并，我就来个番茄炒蛋喽。番茄炒蛋、鸡跟肉，阿六阿六。其实你要鸡跟肉也是可以做中式的。你们就做我们的助理。好，好，菜应该要吃多吧？你们应该吃菜比较多吧？你们吃菜吗？要吃辣椒干啊，那个这个碗来喂一下，这个什么？这个辣椒干。你们要洗菜吗？我洗吧，我洗菜呗。好嘞。我们德巴雷的男生做饭，竟然是男生主导煮饭哎。煮好再放车前喽。你它不会烂掉我噻、不会，等一下因为要冲冷水，所以那个面不会这样快熟。啊，装进去。应该要蒸的吧？要不要蒸呢？要蒸的吗？要蒸的吗？这个不需要蒸吧？你可以慢慢捏出来一点点哦。OK， 捏小小块。Jolin脸好黑哦。还是 Jolin本来脸就是这样？我在想他是讨厌下厨还是讨厌 Kristen？ 他才讨厌 Victoria， 这要扒了是不是？扒，可是最后就不用扒到太里面了。OK， 我们给他。So， 你从来没有下过厨。有，不要这样小看我。Maggie 面，你觉得tomato要多少粒？可以用多一点，不用紧的，因为tomato它等下会碎掉了。OK。然后，加上你东西做嘛，你可以煲一个热水嘛，也要烫一下那个tomato。我去煲热水啊，我去煲热水，这样够吗？很明显啊，太明显了吧？你是会煮啊？会一些哦。偶尔会下自己下厨一下，以前比较长，现在比较少了啊。因为打野是不是？啊，以前自己一个人住嘛。哦。I need help， 小屋，我的助手。OK， you're back， 怎么开啊？你会开吗 ？OK， 哎呦，还讲我没有下过厨，开玩笑。厉害，来，你会调吗？调。那你调啊。调。多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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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好，再来。真的吗？很咸哎。多一点点 ，OK。像这边就比较阳光一点，刚刚那边就很阴沉，阴沉。还有火药味。所以一出现就很多笑容。顺有一种小男友的感觉。什么小男友？感觉就是他男友吧。我觉得顺才是阳光哎， right. 他一出现就亮了整个世界。Next 了，要排号吗？你拿一点先了。少啊！我其实没有看清楚哎。呀呀，
啊。那要煮50人份的 spaghetti 真的很多，太多了吧？你看好像50串的碌碌在那边这样子哎。哎，阿六六，你其实是他们的宵夜，意大利人吃的宵夜，嗯，方便煮。这个是帅逼豆，知道吗？你们很帅嘞。啊，哎，这个是。Prison。那个水要煮多吗？要煮到滚哦。我一直 feel 到 Victoria 跟 Jolie 有杀气。是不是？我也是这样觉得。你要下手去弄吗？啊，可以，我弄过。啊。我有 camping 过了。来来来。camping 啊。现在我们不用用这个里奇火，用石头。喂。那个。哎，他们那个石头就是要去冲冷水的。我知道他这样是手，是不是顶在墙壁上面不会掉下来？哦，可以是是可以用，是可以那个。有这样的方法没？有这样的方法吧。丢在墙壁上面。I don't know why 啦 ，I don't know why。嗨，然后吗？所以我们变 waiter 了。他们要拉头发了吗？他应该要把那个护车那个冰橱门架那个 Victoria 的门。啊，结果拿给 Kristen 吗？真的假的？是咖喱味的水。你要一个女生帮你开瓶子，很 man 的，而且他还帮他主动开瓶盖。那个不是 Victoria 拿给 Jolene 的吗？刚刚 Victoria 拿那个水给 Jolene 给 Kristen 喝。你丢个？我没有丢过哎。没有，你试看，我是觉得。丢来。他真的丢上去。这咋说啊？天哪，其实我都是每次拿来吃的。你有煎过？你有做过鸡扒吗？没有，鸡扒没有做过。那你是做？你平时有自己煮东西吗？很少。很少了，不得吃了。这真的很 OK 耶！你看他的手臂线条哦，姐姐好饿哦。那 spaghetti 50人份给你吃。他是敷衍还是害羞？是，我觉得他是灵魂出窍。哦，炒饭很容易吧？炒饭，有机会可以煮给你。OK， 这是要我了。要的。好。Wow。Yes。Hello。Sweet。Oh no。Sweet。Oh no。四粒吧。加送。我定高一点，5-6粒行吗？他一个人就是5粒而已。加送。放5粒啊！哇 ，Thank you。这是。Stop！ 啊！大反转呢！突然间，不是 ，Victoria 很会啊，对，他就在 Kristen 的面前这么样的去故意的反击啊，这是一种报仇吧？这假装不是背过桥了，很可怜哎。啊，是啊，是啊。可是如果我刚才这样子看的话，我突然又觉得说 Victoria。很像嘉颂的姐姐，Why？ 嘉颂太过还是有孩子气童颜在了，可是那杯水对他来讲甜吧？他应该不知道，对啊，不知道啊，被蒙在背锅上。他看回去的时候才会知道。我觉得等下可能啊 ，Victoria 也会递水给 Jolene， 有下药。观众们敬请期待，等下会拉头发。不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如果你们是加送的角色啦，你们发现了实情之后，你们会有什么感受？会蛮 hurt 的吧？就看我之后有没有找到幸福了。如果我一直以来都是对着 Victoria 的话，我会超 hurt 的。可是目前还看不出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些爱意，我觉得还需要再看。还没有来电。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这边用 olive oil 来一剪。来，我帮你做，你要什么？你会剪啊？我不能，我不会。你会用刀吗？啊，应该会。要做么？切一小块。切一小块。小小块。咬他啦！直接握他的手切下去啦！我也不敢叫你做么，其实你就看咯、啊，看这些。可是我现在怎样看都感觉嘉颂是备胎了没？他心都不在嘉颂身上。对，所以我也是 feel 到没有灵魂。他应该都没有在听嘉颂讲什么。他的耳朵一直是对着那边。对。你想单手打蛋呢？我要看到单手。有不要有一个蛋壳啊？扣分，真的扣分。你很暧昧耶，他们。我再给你多一次机会，一次吧。我关一个眼睛看你。这是什么？等一下，敲一个缝先，嗯哼，然后你撑开它，两个手指撑开它。哇！我们来分析一下，你是不是跟我想同样的东西？我们是一起的，我们一起说，一二三，故意的，动的，对。
哦，你是说九零故意打烂，对，故意去压爆的？为什么？就没有人这样子压大的了？他一定是等一下叫过 sis。阿姨就是sis 没有我出来，就故意弄破，然后 Chris 就哦，你没事吧？我要帮你抹干净。没有，然后展现那种男人魅力 ，you know。而且他的身体动作是那种一压迫之后哦，不是那种哦，而是那种倒去 Kristen 那一边。但是 Kristen 也倒向他，所以他们两个倒在一起。所以呢？我没有发现到原来按破鸡蛋是故意的哎。你觉得 make sense 吗？我们这么说，还是我们有偏见了？因为他Jolin 全场就很主动， oh. 所以他现在主动也是正常的啦。出什么？你们两个，你们两个什么事情？不够再放我的、啊。OK， 不怕的、啊。脸好黑哟、哦，他根本没有要关注那边。OK， 你要我心疼加松怎么办？ Okay. 我心疼 Victoria， 我心疼鸡蛋。应该可以啊、哦，放一点来，你你有别的事情要做吗？没有，你要打蛋吗？啊，你打蛋啊！你会你打蛋哦！你打完了，打完了，打完了，现在要你要打蛋还是捣蛋？哎，还有蛋壳哎！今天晚上有睡觉的时候就这样子，那就发梦发到几根桥。你晚上小心半夜去你的房间。啊！真的可以那么主动的吗？他们不是刚认识吗？没有啊，像秋文说的咯，就是Jolin 原本就是主动的人。我去你房间睡耶，男生听了会是什么感受？去你房间找你吧，没有睡吧？对耶，对耶，是你肮脏。你到底在想什么？你肮脏。鸡蛋也这样想啊？现在也这样想。不是 ，sorry， 我偏见，因为你们一直讲很会玩。你是想要去加送的房间吧？不是，我觉得 Victoria 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故意的想要不要 join 进去这样子？他想要麻醉一下自己的那个被受伤的心理。他好像蛮尴尬的位置，就是他一下子过去贾松那里，一下子又过去小吴那里，一下子又回来，就到处跑哎，好像没有一个归属感。会不会等下他就当 crew 啊？去拿麦吗？我是觉得他凭感觉的话，他很想要去 Kristen 的那边，因为你看他会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走。而且目前这样子看起来 ，Jolin 跟 Kristen 就是 pair up， 对，然后小吴跟 Sean 又哎很自然 pair up， 他跟贾松又卑鄙了。贾松对 Victoria 来电，但是 Victoria 不对贾松来电。天哪！没关系，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神转，对，神转。那个球衣怎么都是 for salad 的？好了啦，好了啦，好了啦。那我哈，他拒绝，摇头。哦、喂，大鱼还以为是好友，跟你一样，我以为是好友喂喂。我认真的以为是好友，像我讲的那个啦。还有的就还有的就不用教了啊，不用教了 ，OK 了 ，OK 了，不用。没有这个也蛮好吃的，是咸一点了哥。有点黑耶，我这个番茄炒蛋，我第一次看到这样黑的番茄炒蛋。如果它颜色不这样黑的话，它应该是蛮像番茄炒蛋的，是不是？哦，你加一点牛奶就变白一点了，真的。我怕变黑暗。啊，可以啦。我想试看，我try看。哇，捧场哎！无条件捧场哎！一定很好吃，应该。我是喂猪啊。不是很黑耶。哇，幸好有人讲要吃咸哦。想自杀。幸好比多拉讲还要吃咸。Yes。讲实话，怎么没 ？Yes, bro。我唔信。Sorry。哇！哎，终于看到 Victoria 主动了。哎，如果是 Victoria， 我会扑上去，很好吃。嗯 ，Little Wu， 哎，这里我们还有东西做的。Little Wu。啊 ？Yes。我们其实我们还有东西做。哦，要洗碗。我们洗了干嘛？你要吗？来，你我。放去另外一边，它才不会喷向你啊！它这有点大火，等下怎么会这样啊？我也不懂。哇，闪哦，闪哦！看啊，他眼神一直在望着那一边。垫脚。啊喂！我不喝的。咋？不行了啦 ，Victoria 转啦，转对象啦，或者要么就主动一点。如果那是幸福的话，就应该主动一点。哎呦，那边放一个，差一点点哦。这是那个低下来的，有点矮啊，做这个。哦，谢谢，吃饭啦。煮了这样久，谈笑，怎么能吃番茄炒蛋先？好，蛋炒饭。来来，一个一个来 try 哦。可以啦，可以啦，我做白老鼠先啦。OK， 来来，我也是要 try。
可以给你。酱油味哦。酱油味。味道是没有问题啊。嗯。不要安慰我。但是我吃到蛋壳。喂。Calcium。双盖你手这样，对吗？小吴的表情是在意吗？你应该他煮东西，切那个葱对不？应该蒜头，本来是盖这边辣的，然后这边养，这边养起来。你要茶油？茶油。有药，我们应该有医疗箱。OK。谢谢。OK 吗？这个鸡扒。好吃，好吃哦。这是 chef song， 果然是有 massage 的鸡。哎，对，马上很多，这是重点了，这是重点了。不，你自己煮了，大家留下来煮。该你们上去。我莫名觉得 Sean 跟小吴很 sweet， 就已经好像配对成功这样子。真的，而且他们是两情相愿的。这个一定要 try 一下 ，Sean Sean Long 啊。哎，突然聊水嘛？嗯，水。那我试试你。你们男生要吗？哦，哇，要洗洗小小样子。我可以问东西吗？可以啊。虽然我想专心吃饭，可以不行。你问。我们问那个我们的 maybe past relationship。哦哦，等一下，就是我们有说过嘛，一开始的时候是不可以公开任何的自己的资料，包括恋爱经历的。但因为相处时间久了，所以现在是被允许可以慢慢的透露一点点。当了解到恋爱经历过后，你觉得说对感情是有帮助的吗？对啊，我觉得就是可以透过他过去的经历来了解他是一个在爱情里面怎样的人。你觉得嘞？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应该可以更了解彼此的。我赞同。你会在意吗？就是如果你交往之前，你还没有跟那个人告白，你会不会在意他的过去？会啊，就是你至少会听听看他之前是什么原因啊结束，就更了解他可能不能接受的点。底线是什么 ？Yes，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人谁想要尝试隐瞒呢？我来先啊，你们猜我有几任？他像光荣这样而已。通常这样子问的应该是……没有，冷静冷静，会吓到你们。五个。啊，这么少，零个。OK， 其实你讲零的话，我这个倒。哈哈哈哈哈！我要想一下，我要想一下。我觉得很搞笑。没有啦，就二十年都没有一个咯。哦。Victoria。哦。他不啊，这样子哦。怎么？啊？怎么了？啊，就啊 ，focus 自己哦，来，我可以问你几岁吗？他刚不是讲了没？二十呗。他讲二十年以来吗？哦。啊，你才二十岁啊？啊。我以为二十年嘛，还有。OK， 为什么？你不会想要谈恋爱吗？啊，就看是安不安这样咯，就因为我没有太 focus 这一块嘛，我也不会去太刻意这样，就都顺其自然。走哦，来到 Crystal 了。我一段是好几年前啊，好几年前。他们做好好要听我，我也很严肃这样。Good 啦，默契啊，默契组合。有这样子 ，OK， 那时候就是之前 Pebby 那边有一个 Marvel 的展览，我在那边打工啊，那时候蛮 aggressive 的，过后他就一直在探班啊，什么东西样子啊，然后过后他就突然很好很好，然后就突然消失了，然后消失了过后，那时候蛮 sad 的啦，因为就以为有可能这样子嘛，到隔了半年左右，然后我就发现他跟前男友复合了。什么好笑啊？其实没有，应该是那个鸡扒太好吃感动啊。哦，还有番茄炒蛋。OK， 我有发现，他就我带来一顶绿帽。可能是因为他喜欢的人讲什么他都觉得好笑吧。我好难哦。就你们没有在一起过啦？我们有在一起。有在一起。在一起七八个月吧，然后过后就发现了，就一开始是朋友跟我讲了，然后一开始我不信。变喜剧了，你不是很惨了呗？对呀，我被劈腿啊！很难啊，我真的是。就是你们在笑吗？就那个氛围很好笑。啊，到你哦。来。来。OK。我很好奇你的。真的不很好意思讲吗？我笑。OK， 所以你们要来 guess 一下，给你们 guess 一下。一个。怎么觉得一个呢？专一那种。OK， 我的是一个罢了。
13岁认识这个女生，她就问我你有喜欢的人吗？我就讲有，然后我问回她，然后讲如果是你的话怎么样？因为我是讲一样的东西，我讲如果是你，就你对于我们知道我们两个喜欢对方啦，我们就讲不要在一起 ，because of 要 focus study， 因为这样的约定等她等到19岁。路人，感觉算是一个很专一的人。是耶，哇！到19岁的时候才在一起。然后我们在一起差不多3年半，哇，也很久哎。But yeah, it's a sad story. So broke up. 就是从一开始他都没有介绍你过给他父母。就是来我去他家的时候，他会讲进来很不方便呐、啊。我讲我进去只是在客厅而已嘛，他就你对就是一直讲就是很不方便、啊，会造成其他人不舒服这样啊。Like not welcome 啦 ，I feel not welcome 啦。我连进去也不能进，所以我要驾车回去。我感觉不是他的问题。就可能他的 parents， yeah， family 也是有关系。我觉得可能他家里的一个 culture 就这样子，就是讲不能随便。Yes, yes, yes. 因为我其实明白了嘛，有些女生自己就是最好是不要来外人或男生的。Yes, yes, it's part of the 那个 family problem 还是有了，缘分就到此罢了。我给你玩一个游戏，我问你一个问题，然后你要在5秒里面回答那个问题。有几个问题？一个。OK。那你觉得这三个女生当中，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接近你的 type？ 1、2、3、4、5。Yes, son, yes！ 我喜欢你的勇敢。很棒，谢谢。做女人，直接不用想，就指他。你就五秒里面，然后他有什么点、来 shot 到你 ？First of all， 今天早上走进去的时候。黑色是比较吸引我，这样我有吸引你吗？这理由有一点逊哦。这个回答会很重吧，很重他的那个心吧，因为就是你不可以考虑太多，你不可以考虑说哦之后还有没有别的机会去啊，有 maybe 来跟 Victoria 有关这样子啊，就毫无保留，我真的是选了你这样子，会不会真的会觉得说哎？会开心哦，会很开心吧，会感动吧，会心花怒放。你刚刚看小薇，她都很认真在听那个原因，为什么你选我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来了，就是对了的。Sweet， 哎，继续看。Yeah，Yes， 来哦，要女生哦。谁先？那个笑最够力的先。三人，哇、wow ，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段？三段吗？是上一段就是太过分，因为他觉得我们。没有话题，没有共同话题，就很合一下哦。嗯，因为毕竟在一起久啊，感情也会越来越深嘛。如果聊到没有东西聊，很正常啊，其实。那他跟我讲，他想要平时也。他是做什么？上班族。你会很难放下一段感情？会、啊，因为我很重感情。很重感情。你用了多久放下那一段？7个月这样啊。珍妮。那你嘞？我也很好奇你是怎样。哇，应该很多个啊，这个。我没有哎，我真的没有很多个，你们猜？我猜啊，2个。3个。4个。3。你们每一个人猜中哎，1个。就，中学那些我不算啊，就可能是人家 true or dare， Danny 来问你，你要不要做女朋友？然后我答应了，就一个 dare 来了那种哦，反正。真正的谈过的那一次是在中学的时候吧，就因为我是好像在中学那给人家拍车这样嘛，然后就难得遇到有一个人很愿意去关心你，很愿意去照顾你，来有一个安全感，所以你会整个人投入，感觉救星来了这样的感觉啊，就我可以为了他不去管别的男生，那时候啦，啊现在我觉得我变了另外一个人呢。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拍视频？各自去拍啊。各自去拍吧。各自去拍，走。所以没有人问小吴，为什么算没有主动问？我是算的话，我应该会很着急想知道吧。没有了，有时候男生会觉得说，我只是想要表露我的那个心意给你而已的。你没有对那女生有好奇吗？我会觉得为什么你喜欢我，可是你没有好奇。For 我的话啦，其实我没有太过在意他到底有多少前任呢、啊，我只希望我是他的最后一任。哇。
而且我们的节目也强调什么凭感觉，凭感觉、哦、对对对对。而且他们在煮饭的时候算就是从一开始就很主动的叫小吴当他的助理，然后之后就没有放过手，他们就一直黏在一起。对啊，因为像好像 Victoria 还有走来走去这样子啊，然后 Jolene 也是偶尔也是会去别的地方玩这样子啊，但是小吴就是 all the way 就是 stick with 那个 Sean。 他们两个都很是乖乖型的、啊、就刚刚 Sean 他讲他从13岁等到他19岁才在一起，他们等那女生6年，然后小吴也是乖乖型，就他们两个就是那种小夫妻、啊、我刚刚这样看他们聊天的过程，我发现贾松应该是没有对任何一个人感兴趣。你看他分享了自己的东西之后，他也不会跟你深入的聊下去，或者是会很主动的去，我不知道是特定的一个女生的看法，是我不知道他单纯还是什么。我觉得可以有点水落石出了，到最后的结果小吴他们一配应该会成，但是贾松跟 Victoria 的很难，因为刚刚有一个 point，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经历过几段蛮大的关系，然后他已经是到了那种不要随便因为有一点感觉而在一起的状态。像刚刚加颂有讲的，他是母胎耶，俗话都会讲，不是通常第一段都不成的。所以我觉得当他们两个在分享彼此的感情经历的时候， Victoria 已经 off 了加颂。但是如果在这个节目里面他们终将要找一个对象的话，我就说他肯定会觉得说 Jolene 是肯定没有希望了。 Jolene 真的肯定是跟 Kristen 太过 on 了，经过 Sean 又这么样的去告白过后，他只剩下 Victoria 而已，就只能看加颂要如何的 impress 到这个 Victoria。 这样我就好奇了，因为每个晚上9点的时候就是可以送一个send 一个 video， 只有一个 video send 给他喜欢的那个对象、那加送会 send 给谁呢？他该不会到最后 send 给 Kristen 吧？当好兄弟可以。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那个 video 会 send 给谁这样子啦。 I was done growing up had enough chasing down the sun with suddenly Hello, 我是 Jolene. Everything. So, 今天没有猜到，没有想到我会发给你视频，对不对？你挺细心的，就是说，其实我刚刚没有什么问到你问题啦，希望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了解，然后去认识你多一点。来，上一段恋情有一点不顺利，所以我觉得讲心动或者是喜欢也太草率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出去啊。嗯，你要去吗？走，一起去。你要我陪你看啊？我不想再快看了，我有点小紧张哦。我去看了，因为我还没冲凉。好，看了老公我就会冲凉。看回来告诉我。OK。八卦，加油！我们要不要踩？等。我猜没有人发给他，怎么办？会有可能吗？我先说，我觉得肯定的会是 Sean。肯定是小吴 ，Jolene 肯定会 send 给 Kristen， 互选成功 ，Victoria 会 send 给 Kristen， 我还是说 send 给阿 Sean 啊，这么样的一个真情流露的一个告白，而且在厨房的那个互动又那么的好。很难不互送我觉得 Kristen 会送给 Victoria， 因为他吃过他的那个、那个，他讲很好吃，是那个莫名其妙的鸡蛋，他就说捧场这样子。我觉得加颂会送给小吴，可是加颂不会收到任何信息。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收到吗？他收到 Catherine 的信息，就你要找退休吗？来找 Catherine 姐姐啊。OK， 看吧。Hello Victoria， 你好。爸、啊！我猜错了，我猜错。他还是坚持耶。我猜错了。还是坚持。Hello Victoria， 你好。今天跟你相处下来，然后觉得你人蛮 nice 的。And then 也谢谢刚刚你递给我的消毒纸巾，谢谢你。And then 你真的是看起来高冷不老啦，但我相信你私底下一定还有很多一面的你。And then 期待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你了。希望你喜欢我今天准备的礼物。And then 如果要打火机跟我讲哦，那个香薰。我可以帮你去借 ，All right， 那晚安。哦，很 sweet。喂，爸耶！
男生。你们干嘛这样？出来呀、啊！Hello， 你只有跑出海外，女生吗？所以我要进回去的。哎，打个招呼，来，来，进去。不要，怕我尴尬。这样，看了什么感受？不懂是哪位？还行。我猜，贾颂。我也是猜贾颂。哇，也是的。是有点明显。见到说不，输的出去嘛，走开啊！OK 啦 ，OK。Hello， 我是 Jolene。其实想讲的是，你的春班前早餐不是很难吃啊，是。不错的，因为有我炸的那几单，可以，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其实我刚刚没有什么问到你问题啦，然后其实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所以希望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了解，然后去认识你多一点，然后其实刚刚他们有问你问题，你的回答其实我觉得都还蛮 OK 的，就也不会太大男人主义 ，which is 我很讨厌的一点，然后。我觉得不错啦，然后你也会体谅对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优点，所以希望接下来可以跟你继续了解多一点，拜。哇，会玩呢，很会玩。小旋律，我不要唱我的。弹吗？哇，喂，这么僵快啊，你不是看完没？我很开心。我看完全部认得了 ，bro。你 fast forward 咩？没有，继续。Go， 来蹲。All right。耶，我觉得很大可能没有。贾颂，要。嗨，贾颂。我的贾颂，我觉得贾颂当下现在那个心情肯定会很哇，很开心。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彼此，所以我觉得讲心动或者是喜欢也太草率了。我觉得现在讲的话，但是我很 appreciate 下午你找我出去 ，then 你跟我说。我发现到我好像一直忽略掉你讲的东西，这样。不会，因为我只是随口讲开玩笑啊。因为我不知道，我讲了一句话你会这样在意。反正我觉得你很细心，就是你觉得你忽略掉我，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会思考的，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加分。耶，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所以贾颂真的是赢在细节跟细心哎，因为他之前他觉得说自己在交换礼物的那个环节的时候，忽略到了 Victoria， 然后还自己约了 Victoria 出来 say sorry。我觉得这个不是所有男生都做得到的一件事情哎。但是 Victoria 跟他讲话的方式也没有很有爱意，是不是？我也觉得只是就满满的感谢而已。But it's also a good start, right？ 所以我才说，可能现在看起来好像火花倒还好，但是我觉得贾颂的细心。可能会打动 Victoria， 还可以保留这个希望。Damn！ 哎 ，bro， that why you do like that acting？ 哇！来，来，you go， you continue practice。巴罗，期待哦！加油 ，good luck， 来 ，good luck。Yo， 快加油 ，Go！ 积极的。哦，你害羞啊？没有，我是privacy。可以给你自由。这你没戴耳机啊？哇，这个是耳机是吗 ？I wonder what is this？ 现在发现你可以戴的。哎，我真不想有耳机，我以为这个是什么？那我们就听不到。嗯。呀 ，Yo bro！ 哎呦！他刚刚不懂可以戴耳机。真的。真的。
你不觉得这画面很像在学校会发生的吗？啊，就看到自己的 brother 追你，起哄起哄，对对，好烦哦，你们，好烦哦。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回去，我们回去，我们回去。等我东西要讲，要没有电了哎，这个耳机特地的，那就不要用耳机哦。对，不要用了，不要，好烦哦，你们。哎 ，OK， 有你们这里。哎，有戏，有美女。免了，枕头盖着。You feel me？ You feel me？ 永景，你们看到？哦 ，Steady。因为拍给我的那个人，我也不知道是谁。I give privacy。啊，嗯，你要吃东西吗？对。这么久啊，那黑黑的 ，Oh my god！ 哦，嗨，没错，是我啦。不然这样官方啊？你有觉得哦？是不是？这不是我们偏见，你懂吗？嗨，没错，是我啦。啊，刚刚你就讲到，就是怎么说欣赏我，是因为很多话题聊。其实虽然讲一开始在车上有尴尬的，但是后面就舒服咯。居然说分手。其实我也没什么东西讲啊，就跟你讲一个冷笑话啦。今天如果啦有块饼啦从28楼跳下来的话，他会讲什么？给你3秒考虑，3、2、1。他会讲，晚安，我睡了。What the？ 不。OK 啦，祝你今天晚上睡得好，然后明天期待有什么新的惊喜吧。那最后就送上我在傍晚看到一个很美的风景。Good night。请不约定马桶声，可是我小便小一半看到一个很美的东西。哇，有点曝光。哇，好甜。嗯。其实不懂哎，他在讲废话吧？他就讲那种懒get。嗯，如果你从27楼跳下来，你会有什么想法？1、2、3、4、5，晚安。他搞错了 Kristen 的冷笑话哎。就这样。哦、okay, okay. ，no no， 我来，那我 ，bye， 鼓起勇气去听哎。谁哦 ？Hello， 小吴。Hello， 小吴。哎呦喂，我心动了啦。Hello， 小吴。我有点紧张。哦。我有点紧张，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带着择偶想法去跟男生相处，因为来上一段恋情有点不顺利，虽然过很久，但是就导致我不敢去开始一段新的关系，但是。就很感谢你今天会一直主动跟我讲话，然后带着我做事情，不给我漏单，这样。所以今天让我最欣赏到你的一个东西是，你挺细心的，就是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看到你特地为大家拿水。遗憾的是我没有去帮你去拿。可是我。在感情上面不是相信一见钟情的人，在我理想中一段关系的开端是来两个人已经很互相了解，然后也相处了很久一段时间，然后才看要不要踏出那一步去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我觉得是你是一个蛮细心的女孩子，然后我是，所以我们接下来几天可能可以再了解了解看一看一下。还有一个东西要补充是，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想跟我分享，都愿意听，都呀，你都可以来找我。See you， 拜拜。信啦，在一起啦。就像九零晚餐讲了，我们可以去看多一点不同的世界。我真的很希望他们两个真的可以在一起，一个是受过伤，然后一个是很愿意保护人。而且我觉得说，如果 Shauna 他真的是这样子的人的话，他听了这番话过后，会更加想要保护他，这个小保护的保护小吴。而且我相信，到了接下来的后续发展，他们应该不可能再有一些剧情反转了吧？感觉他们已经很美在那边了。毕竟是88个小时哦，毕竟是6个人啊，说不定九零会抢过来。希望不要啦。OK。
OK。你拿进来。对他们拿那个 iPad。你拿拿拿拿。来来来。哎，干娘拿掉啦。不要拿着，不要放我面前了。再放我去吃啊！哦，你收一个，不用紧。那现在明天的任务，哦，有任务了。哦，明天9点，泳池边，来个最凉爽的睡上 party。这样早，早上9点，早上很冷呢。哎，九点就讲明天要脱衣哦。哦 ，Let's go。9点哦，不很冷。一定要几秒？哇，早上有哦。这是大家最期待的。我要看贾松穿泳裤。Kristen 呢？怎么办 ？Kristen 就好了哇，因为 Jordan 喜欢有肚子的男生啊。对啊对啊还化妆。今天晚上睡了你。那里？那边哦。我要去吃饭。OK。Cheers！ Cheers！哇哇！加松的加松加松加松！哎，其实Sean也 OK， 你看看加松会不会粒粒分明？我知道，可是Sean的那个手的也 OK 的。期待女生出来啊！那么期待，你喊他们啊，有叫他们出来。哇，好漂亮哎！来，坐坐坐，来坐坐，让位让位。对啊。哇！我爸是跑怪了，直接跳下去。我看一下啊。哦。那个。这是什么任务啊？有任务。男生女生各进行一轮比赛，分别选出冠亚季军，这将会决定你们会如何度过下午茶时间。每个名次将会得到不一样的待遇。什么？所以我们要比赛哦。男生女生分别哦，各进行，所以是男生对男生，女生对女生。OK， 这样游戏由我们来想哦。你们给我们啊，然后我们给你们。我觉得 OK， 我想到女生 musical chair 喽。可以 ，really 吧 ？OK。啊，陆地吗？陆地就是抢椅子啊。我可以想游戏给我们男生吗？可以啊，我们三个人抢这三个一个东西。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猜到一定有这样的东西啊，很狼狈啊，一定是。很好啊，我觉得很好玩。try 先咯 ，try 先啊，哎，我就 OK。你们试看啦，你们男生玩先，会不会？我先去看那边会什么省吧，让你们看要不要下去啊，这样哦。这个到胸口，我觉得你们不要下来啊，男生下来就好。OK。男生干。哎，搞没了，给我 test 一次先。上不到是不是？可以的，我觉得。怎样哦？反正就是谁先上到谁就第一。啊 ，OK OK， 我先开始啊，哪边开始哦？准备我小枪枪先。小枪枪要武器的哈。一、三、二、一。我以为这么快呢。喂。我们到底是对自己的同事有多么的苛刻啊？你要翻他吗？喂喂喂！你腰伤了。伟忠他头扁了。Oh my god！ 哦，陆峰啊，送。You killed it, I know。头扁了，太强了，实力实力太强了。怎么头扁了？哎，龙峰啊，吹啊，你帮忙吹啊。你张吹，嘴巴还有哪里可以出气哦？用那个仙人掌啊，不然。用你啊，就用这个。哎，你们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哇！哎，你的脚还没有上。这样，王子有安了，到你们了哦。
踩看一下会不会很尖还是怎样。 OK， 所以我们基本上玩 musical chair 会玩哦。嗯，对，然后等一下就会播歌，播歌你们要抢椅子，我抢完过一定有一个输的嘛，是两三个人，所以一个人就输了的话就过来这里坐。其实我觉得如果我是女生的话，是大家就分好就好，我要加送的，所以你给我先爬上去啦，哦、不用这么累啊。Ready， 准备好吗？你要跳舞的、啊。Yes， go， 来呀、哦，来来，加油加油，快点快点，摇起来摇起来，越摇越多，越摇越快。那三个像怪叔叔哎，没有吧？加送没有吧？两把你们自己。No bro， 应该。左边。哎哎哎哎。哎。喂。哇。喂。哇。给你奖赏，有的过来跟我们坐。奖赏。你们两个。快点，坐点，坐点，坐点。是不是？等一下不要踢椅子啊！姐，姐，哎呀，你准备好了？姐，中国冠军赛，你两个人跳舞啊，快点，跳舞一点，快点，拿一个冠军，一个十年，快点，快点，快点，拿冠军那个，给我们看你们的 skill， 十年经验啊，十年八年，你想跳八年，你想怎么？会兄弟跳了，你要不要给？我也会啊，太爽了。哎，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拉动粗一点，拉动粗一点。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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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 Victoria， 然后就是小吴啊 ，Little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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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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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呀对呀，刚刚好啊，对呀，故意的啦，大家厉害了，我觉得有 sense， 聪明了，聪明了，有 sense， 小吴就跟 Sean， Victoria 现在就会跟 Kristen 了。Jolin 就会跟加送了，应该是制作组安排的。不是啦，我觉得毕竟相处八十八个小时，所以一定要 try 不同的人。我觉得有反转也合理，也合理。所以刚刚获胜的冠亚季军呢，就是这个组合会一起去 mini date。对了，小约会。我也想看不同的配擦出不同的火花。Victoria 终于有机会跟 Kristen， 这样更好，就更加会有 Jolin 跟 Victoria 扯头发的这个。对对对对对，也对，这样子也对。只要 Sean 跟小吴没有被拆开就。Yeah, 就让他们有更长的时间去互动跟相处，然后、接下来的那一集呢，就会看到他们单独约会了。是，好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暂时先看到这一边，然后也感谢秋文啦， yeah, 观察员、观察员。所以这两集看了下来过后，你觉得说怎么样？凭感觉的恋爱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这样子的相处蛮好的，因为很像我们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们是被逼放在一个班上、一个学校里面，就不是因为什么现实层面要跟你在一起，就只是单纯我们相处下来的。那个感觉，我们也让秋文就是 as 一个观察员的话，做一个 final 的一个猜测，到最后谁跟谁是 pair up 的？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反转，但是我先召回现在的 pair 吧，就小吴跟 Sean。OK， 我看我们两个这对我磕得很开心，嗯，真的，小情侣 Jolin 跟 Kristen 哦 ，OK， 两个网咖，然后加上个 Victoria， 看有没有机会啊！再次谢谢我们的秋文，来到我们的男女研究室，对，我们下一集呢也会再见了。当然，同样也要告诉你呢，对你有感觉呢。将会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的八点钟，在勾炫的 YouTube channel 可以看得到，所以马上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然后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咯。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我们三个女生当中，你对谁比较有好感度比较多一点？单独约会就有更多 quality time， 然后有 quality talk。觉得你比较 talkative 一点，所以我就点你了。Kristen 也太爽了吧，同时给两个女生追耶！我帮你扛，有机会收到你影片吗？有信心耶，我看到他的眼睛。还能不能就去多认识你？如果我是遇到我喜欢的，我会很主动。我觉得你给错那个影片的意思啊，就。